灵儿，你刚才说的话，可愿签字画押？一字不差，我全都认。既然如此，咱们留一个活口就够了。好。哎哎，等等，咱们也不能让他这么容易就死了，对不对？我也得出口气。来，把我送吧，我来。老实待着。这事儿。 就不劳连爷动手了啊，好好看着，一样解气。嗯，别，这小子敢威胁我莲儿，我要不亲手杀了他，这船出去我以后还怎么混？跟他废什么话，动手！哼哼。哎！啊！灵儿，你疯了吗？ 跪下！跪下！对燕世蕃出手，你们知道是什么下场吗？你们这帮畜生，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作孽了。灵儿，你想干嘛？老糊涂了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 当年在马贼村，我的父母也是你们杀的。原来你也是马贼村的孽种！你说谁是孽种？你们当初为什么要去马贼村？ 就为了杀你们取乐，怎么着？瑞珍，反正要死，告诉他们又何妨？当年藩主带我们去马贼村，就是为了找一个孩子。没想到你们这些贼人竟敢反抗！我们是燕世蕃，谁敢反抗就得死！什么样的孩子？估计。 是杨明留下的孽种吧？杨明，可能是你，也可能是你，就是你们两个孽种，我们才屠的村，你们两个孽种！告诉我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其实都是被杨明害的，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。哎，大当家的回来了！大当家的回来了！好，兄弟们，大当家的。那是藩主杨明刚刚新娶了蒙古贵族的小姐若婉为妻，新婚燕尔之后，若婉回家省亲。 结果在路上，却遇到了马贼，从此音信皆无。藩主百般查找，再得知若婉下落，已是两年之后。藩主先是只身前往救人，结果却发现爱妻若婉已经在马贼村产下一子。你是谁？若婉，是我。 藩主以为当时的孩子是若婉与马贼所生，所以弃之而去。但若婉却因思念儿子发了疯，那儿着了火，我听见他的喊声，都是你，你杀了他，你把他给害了，还我的孩子，你还我的孩子！够了。
是你的孩子。你说的是真的？真的。番主苦苦寻找三五年，终于找到你们新的据点。这里所有七八岁的男孩都给我找出来！快走，灵儿！小心！快！灵儿，记住了，走了就别回来！娘，爹，走啊，灵儿！走！受伤之后还执意要孤身去追那个孩子，自此就再也没有回来。早知会有今天，当初就应该把你们赶尽杀绝。灵儿，他嘴里说的孽种不是我，我爹娘就是被他们杀的。灵儿爷，灵儿爷，你别杀我！你们杀我，我也是没有办法，我也是执行任务啊。我们托马在村，我们监视皇上，我们杀舒尔泰，我们杀沈兄，我们杀帝丹，我们都是执行任务啊。我们没有错，我们没有错，灵儿爷，你别杀我。你刚说什么？沈兄也是你们杀的？是我们杀的。说什么？瑞珍和木易就是这么说的。他们不光屠了马贼村，还杀了你的父亲，沈秀王爷。今夜，咱们怕是没得歇了。及沈修，这郡王爷竟然是帝党，他藏得可太深了。你还不知道吗？他的宫廷救火队名为看护，其实就是为了营救皇上。崇礼明人呢？这舒尔泰刚死不久，估计他现在还在听雨轩，还没听到风声呢。好，很好。咱们马上动手。我们真的要这么做吗？这可是太后的懿旨，何人敢不遵呢？可万一崇烈明知道了，他岂肯善罢甘休啊？他知道了又怎么样？他爹已是必死无疑。
郡王爷，我等受太后之命清查地道，对不住了。我额尔济沈修没能保护皇上周全，本已抱定必死之心，但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你们呢。跟瑞珍呢？都死了。死了？我跟灵儿杀的。你去把灵儿找回来，我有事跟他商量。可不是吗？程立明找我，我不去。我现在哪儿都不能去。灵儿，等咱把仇报了，咱们回村里看看吧。阿姨，我回不去了。为什么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总堂派人查过我，那个人要我死。那个人是谁？花九卿。阿姨，替我杀了他，我才能活下去。